街头我是来宾雄强，嘉义县记者林群美术名家联展，今仔日伫民雄表演艺术中心开展，即次邀请四位重量级在地艺术大师黄耀东、林光仪、萧世勤、甲洪水忠进行展出。其中洪水忠的作品《降义摄魂》赢得2017年日本鹿威大赛金手奖。上午，洪水忠甲馆长陈华官做伙画作，也感受到独一无二的创作体验。炙热灵魂美术名家联展，今年卖力第四年。这届禾苗叫做《侏罗新意象》，展出内容包括有抽象画、艺术书法、胶纸陶及烙画四种类型作品。对七月二九号到九月三号，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让在地民众看到更丰富多元的设计创作。你为何在地艺术家高度的肯定和支持？29号记者会上。管理长官、机关张金辉、林秀勤等来宾，实际了解艺术家对地方创作的情感、理念和核心的价值。7月28号到9月3号为止，在咱的民雄表艺中心，我们的展览厅做这一个展演，希望咱的乡亲哦，唔通错过哈，又不要钱的，又可以看到这么好的艺术品。最重要是培养我们的美感鉴赏力，这才是重要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城市，要有追证每一个人民的鉴赏力，美学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次展出的四位艺术家当中，黄耀堂是相当出名的抽象画艺术大师，林光仪的高技巧创作造型，敦厚独特，又是运用精美。萧世琼将书法和艺术融合，透过字形的改变，尽力转化创作的能量。第四位艺术家王瑞聪，不是科班出身，2013年首度接受烙画之后，赢得日本2016至2017烙画大赛的大奖肯定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执行长赵丽娜表示，对2014年开始，基金会就和万东集团徐元志纪念基金会做伙合作，陆续邀请10位女歌，也是在地的嘉义籍艺术大师参与展出。那是嘉义一年度艺文盛事，成果也获得好评。新闻口罩和民用香采访报道。